喵啥小啦、啊。那我这边先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一季 S1 跑跑卡丁车漂移第一赛季全面开放，支援 PC、手机、家机、PS4 跟 Xbox， 好不好？你只要你家只要以上这四样东西，任何一样都可以往我们的跑跑卡丁车漂移跨平台对战。然后有新增工厂跟世界主题的赛道，然后还有新的GP 赛道在这里，你只要考到 B1 的驾照即可开跑那个 GP 赛道。天梯系统，然后还有更新一个最顶的，就是可以爆改，有没有？可以爆改我们的车。最后的最后，登录就送718保时捷，所以要下载了吧？保时捷去哪里领呢？哎，我跟大家讲，保时捷信箱打开你就看得到了啊，因为我已经领了，所以我这边没有，已经在我的车库里面了。你只要登录之后呢，到你的信箱最上面这里，信箱，哎，点进去就看得到，直接领。领完到你的车库，然后点车辆，然后点更换车辆，然后直接装备。重点是可以升级，然后呢，再来更重点的，可以自己涂装啊，自己烤漆怎么样？像我就烤了一台粉红色的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再换一个新的颜色，例如说你很喜欢红色，哎，就烤红色；你喜欢蓝色，就烤一台蓝色。经典的绿色保时捷青蛙绿也可以消光，还有什么？镀铬，各种颜色任君挑选，甚至你可以上传图片做自己的车贴，贴上去啊、哦，最顶的，很自由的、啊，把你的车改成你最喜欢的样子，制造你的梦想车，在这游戏可以实现。例如说，我最喜欢的是红色，对不对？我就做一台红色的，我要消光的，然后就保存，耶、yeah, ，消光，确认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样我们就有一台消光的718，超顶。可以做好多好多，然后最新一季 S1， 只要驾照考到 B1 之后呢，点进来，这里右下角这里更换游戏点进来 ，GP 大赛，现在 GP 大赛，你只要排名前十名，道具也可以，然后竞速也可以，只要是前十名。会有奖励，官方送奖励 ，GP 大赛前十名专属大奖 ，Odobai 一台 ，iPad 手机，雷蛇电竞椅，季中季末。参加奖，还有参加奖可以拿吊饰哦，这个好像必抽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很多活动，好佛心哦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只要前十名，你就有奖励。这样知道了吧？先下载，但是你要先去考驾照，考到 B1。例如说，像我的排名在999加，意思就是我可能还要再努力一点，不然我是抽不到奖的。那我就先跑一把 GP 给各位看好了，我先玩一把道具给各位看。最主要是他现在可以改车啊，所以基本上车子都是我觉得都蛮改完之后都跑得蛮顺的了，所以基本上玩起来算顺手了。但是偷偷跟你说啊，道具赛我是略懂的。哎呦，啾，想搞我？哇！吸呀、啊！撞到，嘿嘿！哎呦喂呀！红色的保时捷真帅！一直断气，改就好了。你把气那个改长，基本上。应该就不会断了。还有很多种点法，你可以去参考很多种点法。啊！这个叫小诀窍啊，走边边一点。丢水球才不容易被炸到，有没有？丢这个路障也不容易被丢到。啾，小技巧。哇，没吃到。也不用这样子吧，一次两个。咦？咦？
第一名，轻轻松松，噔噔噔，哎，加分，加大分，有没有？保时捷就最顶的，升级银牌，哇！记得大家先去考驾照啊，考驾照有钱，你可以去商店先买车子，但基本上我觉得有保时捷就够了。但如果你更喜欢的话，好像说巴士好，巴士现在巴士是 Meta 是不是？巴士好像也蛮强的，那台公车。要怎么领保时捷？去你的信箱点进去就有了，领出来就可以了，然后去车库里面换车。阿贤可以看商店里面有什么吗？有车子，有巴士，就是可以买车啦。现在 Meta 好像那台车子吧，砖头车，巴士礼包。而且说什么游戏币就能买啦，你考完驾照基本上有很多钱的，你可以直接来买车子。单人竞速推荐哪台？我会选矿车哎、欸，可是感觉巴士也蛮强的，蛮多人开的。待转区少年，哎、欸，冲啊！炸到！耶嘿！撞下去！哎，哇，他这个水球丢的真好。完了，我又变第八确定了。又第一名，嘿嘿嘿嘿嘿嘿。噔噔，哎，简单。轻轻松松，我就说道具我略懂的。哎呦，我竞速都没上分过，我打道具赛一直上分，这样好像我要鬼转呢、欸。主播准备参加跑跑比赛好了，我要去当豹哥的对手。竞速局我跑个三场，我直接开制定啊！制定你们想玩什么？竞速还是道具？恩真队。